你站住！你过来，你怎么的？你这就拿着钱回去数去了？那咋的？你那意思在外边数啊？那是不是太炫富了？大姐夫，你今天不就中了10000块钱吗？好家伙，感谢这个，感谢那个。嗯，你好好想想，在这个屋里头，是不是有一个人你必须得感谢？谁呀？我，钱顺风。哎呦，这种装傻充愣的劲儿，嘿，我实在是受不了。别的不说啊，这房子的首付是我的，没有我哪有这个家，没有这个家哪有你，没有你哪有我。还有，在这个家里，我为什么总是不干活？为什么所有的活我都让你干？不就是让你在这个家里，在爸妈面前树立一个高大的形象吗？咱都是倒插门的女婿，我要不这么干，你怎么在这个家里立足？怎么在这个家里上炕？还有，你在物业现在都干到副经理了，那是我处心积虑的在小区里乱停车，乱倒垃圾，我给你制造了多少大义灭亲的机会。我告诉你赵刚子，你能够有今天，你是踏着我的鲜血，踩着我的肩膀，薅着我的头发窜上去的。你是不是应该好好的感谢感谢我？瞅啥感谢？感谢，感谢多少？你说，15000块钱的吧。行，正好，不用数了。嗯。哎呀，大姐夫，你缺心眼儿啊？你咋就把钱都给他了呢？不是，你看人家妹夫说的多感人呢，把自己都感动哭了，咱必须得配合一下，是吧？那个，妹夫，你放心，从今天开始，我松开你的头，我从你肩膀上下来，我再也不穿了。哎呦，我的大姐夫，你咋就不明白呢？我跟你们说吧，我打一进这门，我就知道他要耍什么鬼主意。哎呀，钱顺风啊！你做买卖都白瞎你这人了，哈哈，你就是演艺界的大咖，商界的奇葩呀！今年你要参加奥斯卡，背不住小李子都得回家。妹夫啊，哎，你忽悠我俩行啊，千万别忽悠咱爸咱妈，啊、那忽悠不好容易出事儿。多不了谁。二姐夫，哎，我实话告诉你吧，啊，我小米粒儿就是这辈子都找不着对象了，我都不得找你这样的。大姐夫，啊，你瞅啥呀？走。不是，哎，哎呀，走吧，我请客吃饭去。黄蚬子，皮皮虾，大螃蟹，5000块钱一桌。去。我今天赚钱了呀，怎么这么不开心呢？大姐夫，大姐夫，来，你来。大姐夫，嗯，我刚才其实是跟你闹着玩呢，啊，你别在意，这10000块钱还给你啊。这不是你感谢了吗？你别，咱一家人不用感谢啊，大姐夫。姐啊，来，这是你的20条裙子，你穿吧啊，冬天套着穿啊。小美玲，这6000块钱拿着，找回你的爱情梦啊。媳妇儿，美丽，吃饭去吧。走，没钱了我。没钱你还笑？穷开心吗？